大家好，我是采耳哥，一个外道的低音算色，383期。这个低音算色，我看起来是比较的熟悉那种感觉啊。我以为之前编辑过的视频，最后我翻了一下以前的视频，确定这个视频没被编辑过。一般编辑过的视频，我都会把它给删掉，原视频都删掉，免得后面重复的，是吧？编辑这个视频，这个外道的低龄算色比较的严重了，时间比较长，也比较的坚硬。如果是没有经验的人，可能会误认为这是一个胆脂瘤啊，包括它周边，有一些像这个角化的东西啊，角质层、角化层啊，然后一直到外的门口的位置。但是据我的经验，这就是一个普通的外耳道低龄栓塞啊。它这个这么坚硬啊，取的时候它如果没感觉到疼痛啊，其实多半的功劳是归于外耳道周边是贴了一层厚厚的，是吧？长了一种厚厚的一层皮在上面啊，干皮，所以它对这个耳壁啊起到一个缓冲、保护的作用，所以在取的时候呢，就不会感觉到怎么的疼痛。但是如果是耳壁上面没有这种皮在上面啊，这样用力的往外面勾，它会感觉到特别的疼痛啊，尤其它这个这么的坚硬。反正大家一起使劲吧，一起加油吧，这种东西卡在里面，是吧？你想很快速的把它给弄出来，这个不行的，欲速则不达。好，今天的视频解说就到这里结束了，视频没有结束，请大家自己慢慢的观看，咱们下一期再见。黄豆一样的那么硬，你现在能看见虎膜了？那下面那个红的那个就是虎膜。它是把这个脏东西把它吸走是吧？吸出来。有的就，这里还有。这个地方是之前挖出血过的，看。对，好像有时候弄过血，之前还没有弄过。这个上面肯定是血。对。
我也不知道呀，这都是近视时候。这个是很多年积的这个。挺耐痛的。